taking everyone's love remembrances, then I went to 爱和思念去到爸爸那里进饭. 爸爸，他召唤我以很多的爱在召唤着我，我进犯了给他，给了大家的爱和思念，还有那些正在也是正在进犯今天正在进犯的那些姐妹们，爸爸。 我也把他们的爱和思念，爸爸以很多的爱呢接受了。他非常，他就是脸蛋非常大微笑的，非常充满爱的这个Rishi给大家。然后我爸爸在看着我时，我就对爸爸说：“每个人都给了爸爸呢爱和思念，有些。” 有些要祝福，有些要光，有些人要力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要求。爸爸也在笑着，然后爸爸说，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从神那里得到光，然后去跟他人分享。你需要这个联系，所以这个心智的联系，还有心的联系。嗯。 当心智是联系跟爸爸联系的时候，你就会从爸爸那里得到光了。然后，当你的心是拥有对爸爸拥有爱的，那也是制造了这个联系。所以爸爸说，在这里，那就是得到光。所以其他的联系呢，就是在这个关系中，那也是能够得到力量。这是从你的心。 那意味着你的心是对爸爸充满的爱的，记得爸爸跟爸爸联系，然后心智呢，心智支线是要非常清晰的，那么你就能够感觉到你是你得到了这个电流一样，光的电流一样。爸爸说，每一个人呢，任何一个人或者有困惑的时候，他们好像迷失了。 那么你就要去帮助他们制造这个联系，所以这是从你的联系中，你就能他们能够得到那个联系，所以这是跟爸爸同在，他们会跟爸爸同在，他们也是需要啊，他们要帮助你。如果你不能够帮助，如果你的心智没有跟爸爸联系，你会说。 甚至通过你的思想，你也能够给他们这个。如果跟爸爸联系，能够通过你的思想给他们这个联系，这从你的心这个联系需要，因为从那里得到的力量，如果有这个关系，他是那个，他就是那一位海洋，那个万能权威，就是在那呢，是很多有很多很多的力量的。爸爸说。 当来到这个祝福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即使是在这个努力中啊，或者是我们崇高的这个行为，就是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就你会得到爸爸的祝福，因为你需，所以你要得到祝福，你就要去做某一些东西。 爸爸的爸爸一直给的祝福，你有这个神圣爸爸给的祝福，是你拥有这个神圣的心智，或者是得到知识。所以你在你的生活中要感觉到你要从爸爸那里得到更多更多的祝福，那你就必须要做一些特别的，就是特别的这个努力。 做一些特别的这个崇高的行为，那么你就能够得到祝福了。所以爸爸说，这真的是能够非常需要的。爸爸说，就是要有这两种的这个不同的联系。当你在想着爸爸，或者是以对你从你的心呢想着爸爸，或对任何人都有爱，就能够得到这个联系。同样的，在我们的心智中，这就是为什么纯洁的心、清晰的心智。 应该是你的目标，然后我就给爱和思念
然后我就回来了。Om Shanti。崇高的 Bab Dada 的版本，纯洁的人格。爸爸总是对孩子们说：“哈吉哈吉，是的，是的，这很好。”现在，孩子们什么时候会对爸爸说“哈吉”呢？你使父亲说“哈吉”是吗？父亲也是，父亲说，父亲也是，也在提出一个条件，他也是提起一个条件，你们会同意吗？你们会同意吗？你们所有人，至少呢，要说哈吉，确定吗？一定要说哈吉，确定？你们确定吗？你们不会找任何借口，对吗？现在，在电视上拍下每个人的脸，这很好。父亲也很高兴。所有的孩子都说哈吉哈吉。Om Shanti. Om Shanti. We all had a beautiful day.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美妙的一天。昨天就是 Daddy 的，就是到来 ，Daddy 的存在，看着 Daddy， 听着听 Daddy， 在想着他的角色，他的美丽的这个品质。今天早上在墓地中，爸爸说，一直说，就是服务，服务，服务。要保持安全，你必须要有服务，因为心智是忙于，就是忙碌，然后他就会说出只有说知识。现在我们在讲关于，就是看我的这个角色，我自己的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我没有想我在服务中的角色是什么，在我的心思中或者思想中，但我一直在看着这个角色是如何浮现出来的。我们的注意呢，就是要在做崇高的这个努力，就是注意在这点，在任何就是在戏剧中任何的任何的这个演员呢，他们会给了不同或者是不什么品质的这个角色，就是取决于那一点，基于那一点呢，他们就被给了角色。所以因为他们会去练习，他们会去演练，然后排练，所以就是取决于他们的这个品质，那么就按照那样的你就被给了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呢，一直一直都要在注意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转变，自我的转变，我要如何去进展，在哪里，哪一方面我需要去改进。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一生的，这是一生的
事情，所以我们要去享受无论什么服务到来。这是非常有趣的，当我在想说不是什么，但是跟爸爸一起做服务，成为就是自从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是 Brahmin， 然后爸爸的工具非常美丽，就是不同的方式下做服务，不同的方非常好的这个有品质的服务。所以在内在呢，我们就是好像我们的思想就是要制造这个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主持巴巴迪亚盖亚学院什么什么正确的言语啊，或者是人格，我们都是在代表这个学院。所以当也是我们要一直去增加，一直去学习，因为就是要去这个，就是这方面呢是非常要去理解，我们就能够去，如果能理解，我们就能够去帮助其他的灵魂。就好像爸爸说，这今天早上爸爸说，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那你就需要不只是给知识而已，但你的言语，你的行为，那能够是被称为那个性格，这是可以看见的。你如何去，你说你如何的行走，一切的人家都在看，因为这是非常，对一个好的老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行为举止方面。所以有些的解释，有些人都是很非常注意进入到这个就是角色的这个意识中，我的角色是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这一点，我一直呢只是我跟爸爸同在，我是非常快乐，爸爸给了我就去享受，然后爸爸给我的什么我就会去给予其他人或者分享。当你得到，从爸爸那里得到爱，你就会充满爱的，对吗？然后当知识的海洋给了我们知识，我们去反思搅拌，然后我们要去分享的，所以都是在内在连续分享。我们一直从爸爸那里，不断的从爸爸那里呢得到，然后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那肯定的，从那里呢，无论爸爸要给我什么，因为当我无论我取得什么，我也没有觉得我拥有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拥有什么，特别是在服务中，因为一直都是，这是爸爸的，所有一切都是从爸爸那里来的。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工具，然后让爸爸允许爸爸去使用它。但是我一直都要去增加呢，就是持续的去增加我的这个资格，我在了解知识方面，就是知识方面的我很清楚，还有我的心智是非常就是清晰的，然后又有更越多越多的这个美德和修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资格，就是比如品质的这个工具。然后你如果能够做到这里，你才能够被称为你在扮演这个角色。我喜欢你拥有的，你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体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无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角色，爸爸就觉得你是很适合的那个角色的，所以他就会那样的去使用。所以我一直呢都是就是非常美丽的角色，但是不是我一直觉得那个是爸爸，
那个是爸爸做的。当然，我们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一点。所以你们大家应该十四，你们听到了昨天那个14点 ，Daddy G 分享的 ，Daddy G 分享的 ，Daddy G 给的这个课，我想我会再去制造两个，我也去制造，去啊这些点，我很喜欢的是 ，Daddy 说，所以跟随神的神性的这个纪律和行为准则，至高的行为准则，纪律和这个就是我们 Brahmin 生活中需要做的，我们要去培养，在我们的生活中培养，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去培养它，然后恒定的保持向前迈进或者是前进，至高行为准则和纪律这两种东西。第二点的就是要一直记得说，我们是神的眼中的光，我们是神的眼中的光。Hide yourself in God's eyes. 把你自己保持在神那边。So when there are storms, 当那里有这个风暴，玛雅的风暴时，你的境界呢就不会被动摇。当那里有风暴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动摇。Always remain. 一直要保持在 Bab Dada 的保护伞下，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一直呢保持在 Bab Dada 的保护伞下，那么这个保护者父亲就会永远的保护着你，这个保护者父亲呢就会永远的保护着你。 Daddy G 从他的这个体验中，这一点他在他生活中使用的点是非常清晰的，他的纪律，他的严厉，他所扮演的这些角色，他喜欢这些嘛行为准则，他对这一点这些东西呢感到非常就是非常有那种皇家般的风范的。这就是他所分享的，我想我们也应该要在这一点注意。Om Shanti。我们知道，我们是原本的、不朽的、崇高的灵魂。我们一开始就是崇高的神人。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必须再次成为那样的，为了使它发生，我们必须做出努力。我们不需要只是简单的渴望它。人类渴望每个人都应该用爱来看待我，并不是因为你的愿望，人们才会用爱来看待你。但是如果我用爱的眼光看每个人，那么我也会自动得到爱。欲望不会给予你爱，但通过给他人爱，你会得到爱。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给予他时，你会得到尊重，而不是通过你对他的渴望。人们渴望得到东西和名声和名，但东西和名呢是暂时的快乐来源，所以那些只是渴望暂时快乐的人，是而暂时的东西今天会在哪里，今天会在那里，但明天呢可能就不在了。
这就会产生一种悲伤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的欲望导致了这样的感觉，这意味着它使你失败了，所以欲望会带来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对欲望保持无知，无知意味着缺乏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有时我们有欲望想在知识上领先于别人，你可能会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比如一个例子，出于某种原因，你如果一个人无法前进，那么在这条路上行走时，这个人就会感到心灰意冷，心灰意冷也会导致失败，它使人软弱。但爸爸给我们的知识，通过它，我们保持关注。 我们就是注意，从爸爸那里，我们得到，我们将得到继承权，但通过老师，我们必须学习。所以我不，我就是不靠欲望学习。我已经得到了学习的老师，成为学生，意味着学习最崇高的知识。坐在前面。 学习是我生命中的信仰。为什么我找到了至尊的老师？学习，学习是我生命中的信仰。所以我遵循我的信仰。这意味着我做 dharana 吸取。dharana 是指我必须学习，我必须全神贯注于我的学习。 这是一个 dharma， 就是信仰，就是一个修行一个不同的东西。但如果我保持这个愿望，我希望学习，我希望做那个，然后有时我能做到，有时我做不到，那么心智和境界就会持续不断上升和下降，有一个非常轻微的差别。这就是。 为什么说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类型的欲望？Om Shanti。 是。我们曾经带着每一个玛哈玛达瑞舒瓦，就是高调的灵性圣人来见达利基。达利基呢，经常会在爸爸的房间里会见他们，在潘达巴瓦的房间里。达利基经常呢坐在爸爸的嘎地，就是爸爸的位座位上。玛哈玛就是圣人呢，这些伟大的灵魂们呢会过来坐在他的面前，不是坐在椅子或。 或者是沙发上，而且我们说的不是达利基的客厅，在爸爸的房间里，达利基会坐在爸爸的那个嘎地座位上，那个圣人就是那个伟大的这个圣人会坐在他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如何让他们单独见面的方式。有一次达利基坐在那里，一位姐妹呢有急事要找达利说话，可能是为了一些建议或者其他的事情，当达利。 会见圣人时，姐妹正在说话。达利说：“来这里坐，轻松地说。”达利让这位姐妹呢坐在她自己坐的那个位座位上。她的意思是，当站着时，不要说话。看起来呢，如果那样呢，看起来好像很匆忙一样。而且当坐靠近她的时候，靠近达利呢的时候才说话。现在这整个事情呢，看起来非常正常。你们会都觉得。 你们都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后来圣人就跟我说：“你的daddy是如此美妙，你知道我们圣人的坐的那个位置呢，没有人能够接近那个位置。而daddy呢，让那个姐妹呢坐在他的旁边。”
他们认为 Daddy 所坐的这个位置呢是 Daddy 的座位，所以当另一个姐妹来和 Daddy 坐在一起时，他们感到非常惊讶，这就是 Daddy 的谦虚。很多时候我们带着贵宾来，他会说我们很难弄清楚谁是 Daddy Prakashmani Ji， 因为所有的 Daddy 都在一起，他们都穿着相同的衣服等等，而且 Daddy 没有特别的衣服或座位或者任何特别的外观等等。 Daddy 看起来呢和其他人一样，这就是 Daddy 的特长。这个自大说我是组织的领导人首领，我们从来呢没有在 Daddy 身上看过这一点。由于 Daddy 记的力量和他的正波，我们甚至经常把一切都如实的告诉他，我们的心思中没有其他的想法，因为他对我们充满了信念，他对我们充满了信任。他的信任呢使我们不再和他谈其他的事，不想和他谈其他的事情。这就是 Daddy G 的力量和他的特长，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他给他人力量和正波，使他们能够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Daddy G 的灵魂有这样的力量。我和 Daddy G 一起做事了那么多年，我有机会和他一起旅游，在很多地方和他住在一起。我还记得 Daddy G 在 Udaipur 就是大学，那个 Udaipur 的大学呢获得博士学位时的那个情景。我们有一辆小巴士，我们都和 Daddy G 一起了 Udaipur 大学那里，那一幕呢在我眼前呢还历历在目。当 Daddy G 呢被授予学位时， Daddy G 说这是什么？ Daddy G 说这是什么？是的，人们在给我们这个学位，然而在爸爸给我们的学位面前呢算不了什么，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我们时常称呼 Daddy 为博士，但是 Daddy G 说不，兄弟，这些词是为其他人而准备的，在我们的言语中没有这样的名称，我们只是仆人，我们正谦卑地使爸爸的工作前进。So today, Thursday. 好，今天就是星期四，对他们说星期四。我们在看着，就是这个发现我的这个角色在服务中。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很多的这个余增，就是在看爸爸啊，大力呢在他的服务中的角色。就是。你可以看我们问 Daddy 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再看那个屏幕中看到 Daddy G 的在这个服务中的角色。 Daddy G 呢体现了一种奇妙的恩典，他散发着神的恩惠，使每个人呢感到值得神的爱。他自由的散发爸爸，散发着爸爸的爱，没有任何依恋牵挂之线，使其他人感到他们确实是爸爸失散已久现在寻找到的孩子。 She embraced us with smiles. 她用微笑拥抱着我们，融化我们的心。 And so she would embrace us with her smiles that melted our heart. 他是用微笑的拥抱着我们，融化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入他结束而爸爸开始的空间中。就是他会跟我们说，今天他会跟我们这个回答，这是我的体验。我对每个他说呢，我对每个人都有爱，每个人对我都有爱。由此我可以理解我的角色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角色。他在说这一点的时候
非常确定，非常有信心的在说，但是这就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你看他到底是就是实践的那个这一切的，所以今天有反思这个巡查巡。我们在问Daddy，您在您所做的服务中呢扮演着一个非常清晰和独特的角色，但也许他并不是呢总是那么清晰。 你能描述一下你第一次明白你将在服务中扮演的角色的时间吗？ 所以这个是个道题， Daddy G的声音， Daddy G的声音， 他就回答， I always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了 这个世界呢，献给了世界，给世界带来好处。这个就是我非常，就是很真，就是Daddy呢，我非常就是这个一点呢，就是Daddy呢，对我来说，这是有价值的，非常珍贵的。他说呢，他没有说去服务国家或者是宗教，他只是他Daddy会说他是去服务世界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 我仿佛生活在期待的日子里，我将在遵循普通的崇高灵性原则的基础上，成为给世界带来利益的工具。我一直觉得呢，神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知道我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受到启迪，保持灵性的热忱。 为其他许多灵魂服务，我没有感觉到对任何人的依赖性，就是依赖。我对每个人都有爱，每个人也对我有爱。This I could understand. 从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的角色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角色。And so for tomorrow's Amrit. 所以明天关路时间呢？明天的关路时间，明天。 明天所为我们要所培养的或者修行的要点，非常他在讲这个修行的要点，非常有趣的。Having a desire to do something, so just 他们有什么欲望要去做其他的。You have to do what it is you wanted to do. 你要做你要做的东西。Daddy说，Daddy记得修行的要点。所以。 In relation to her role in service, 在他的这个服务中，他说：“我唯一的咒语是，是的，我的主，我在您的面前，爸爸是我的主和主人。”He can give me. 他可以给我任何他想要的。 命令，我必须服从，这是我的角色。Let us experience our beloved Daddy G. 让我们来体验，看这个视频，来体验 Daddy G. 一个有远见的声音。 是爱的，Daddy G。